行，他妈老绿，老绿，给他点生的希望啊！为啥不直接补他？你知道不？一方面补完他，他万一搁天上掉下来了呢？这给我干死了，对不？另一方面，等他队友来救。他队友去救了，队友来救老绿。完事儿，这老绿非常坑啊，非常坑队友。哎，我说那老绿很坑队友嘛，是不？呀，死了，老绿死了啊！这女的还，你看蹦蹦哒哒的啊，蹦蹦哒哒，哎，我的妈呀，你来干哈来了也不知道，嗯。